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礼拜天，然后已经中午了。哎呦，今天早上就是有点晚起床，然后有点非常懒，因为昨天去了迪士尼，很累，然后今天就是有点累爆了。所以，但是今天呢是一个美国的大日子，就是 Super Bowl， 就是他们美式足球的一个世界冠军赛。然后今年刚好是在加州办，就是洛杉矶那边，但是我们没有要去，就是有两个欧洲人他们会去，因为他们就是欧洲很疯这个 Super Bowl， 然后我们台湾就是很少人在看，对啊，我觉得很少人在看啊，至少我完全没看过美式足球赛，一次都没看过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学校办的一个就小小的 watch party 而已。对，是3:30到晚上8:30，然后他们就是听说就是全国都很疯这件事情。今年刚好就是洛杉矶的公牛队，然后对一个什么辛辛那提的某一个队，对，然后呢很期待，虽然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看得懂，但是可能就是可以享受一下那个气氛。不知道那个 watch party 会不会很多人，因为这边离那个球场那么近，我不知道他们学生会不会直接开过去之类的。很期待，虽然还是很累哦。然后在等我的那个鲜食外送，就是我叫了一些东西，而且我刚刚就是看那个他给我的那个收据，就是我才发现说，原来他都有那个代替的那个，就是在台湾叫全联也会有那种代替的商品，就是如果这个缺货的话，你要换哪一个这样。然后我就没有选到，说我不要换别的东西，然后。原来他预设就是说同品牌，然后不同 size， 然后所以我的单就直接变贵了$6，我直接傻眼，来不及了。反正我下次就知道，下次订的时候我要勾选那个不要有更换商品。OK， 好，等我的那个鲜食，然后耍废。哎，大家现在已经快3点了，然后等一下我的那个学伴他会先来找我，学伴就是一个美国人，对，就是交换生每年都有一个学伴这样，然后我前几天在学校遇到他，然后今天算是第一次正式见面，好可怕。好，然后我们要先去，因为他要送礼物给我，然后我有个小点心给他，然后我们要先去那个学校附近的一个热闹的地方，然后可能买冰淇淋吃吧，我会买什么？应该是冰淇淋。之后我们就要去看那个球赛呢，就是我跟韩国的交换生，还有台湾交换生，然后还有我学伴一起。大家，我昨天才看那个莫彩希，就是他是美国人，但是他们会讲中文的一个 YouTuber， 然后他就是讲台那个美国的一些文化，然后他就说他们倒垃圾就是那个桶子会放出来，还真的哎，就是他们好像前一晚就会放出来，然后垃圾车就会来收。嗨，大家早安，我刚刚在吃这个 ，Oh my god， 有点黑，就是。今天第二次尝试烤这个可颂，这可颂真的超好吃。我烤了10分钟，有点小焦掉，但是昨天8分钟的超好吃，所以以后应该就是8分钟就够了。然后我现在在要读书，因为今天有2个小考，在下午1点到4点，就是有2堂课，然后每个课都有小考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认真读书了，然后。等一下12点我们要去那个社团的博览会，终于有社团博览会了。然后我已经加入了那个台湾美国人的学生会，所以再看看今天有什么可以加的，期待。好，我要去恶补了。And I like that. It's obvious that you're the last. Everyone knows where I. 好的，各位，现在时间是快12点，要准备出门去那个就是社团的博览会了。好像没有很多人的样子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这样。希望可以加个2-3个吗？2-3个社团，因为他们社团就是2个礼拜，然后会有一次活动，然后就是应该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要去吧。
Baby, look at the contrast. And I'm aware if I'm never a millionaire that you would never really care. Cause I know that you'll be right there. I know you care. And we will. Hi, 大家，我刚从那个两个考试完回来。对，然后这两个考试就是小考啦，就是有先上课，然后才在考试这样。然后，我觉得算简单吗？也不算简单，可是也没有到很难这样。对，然后社团博览会的话，我们就是在那边唠唠唠，真的超多社团的，他就是好像至少有100个吧。然后我们就是给我们他们我们的 email， 就是我们 sign up 的蛮多个。有迪士尼的社团，然后还有台湾美国台湾学生会的社团，然后还有亚洲太平洋学生会的社团，然后还有什么户外活动的社团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好，反正还有一些不重要的我就有点忘记了。好，随便，反正我们就是签了几个，反正他们就会那个传 email 给我们，就是如果他们有活动的时候。现在我要来弄一点东西吃了，现在虽然才4点，可是我中午好像只吃了那个一根香蕉，然后对，吃一吃之后我们5点等一下在应该是在我们宿舍的那个花园中庭有办一个小活动，就是他会送我们一人一盆植物吧，然后就是 painting 这样，就是帮那个盆栽装饰，对，感觉很可爱。好，这是我要跟我室友一起去，然后弄完之后，哦对，刚刚我们就去那个台湾美国人学生会的那个摊位，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今天晚上8点就有一个第一次的活动，所以我应该会去吧。现在想吃葱抓饼跟蛋，又买了这个新的凯撒沙拉，这一次的是比较碎片的那种，看起来好难吃哦。 OK， 一样附那个酱，还有那个饼干，可是它是饼干碎片。No， 还有起司粉、起司条。我刚忘记说，我刚还获得了这个，就是我刚刚跟他们，就是给他们我的 email， 然后就可以获得这个，超赞的。可是我刚刚因为就是结束之后其实要去上课，所以就把它折起来。Oh my god！ 反正它这样应该是就是这样，然后挂在墙壁上，所以就看不太出来有折过。天哪！我一定要带回台湾，这是好好的纪念品。然后我刚刚就是忘记跟你们讲，就是他们每一个社团都是会有固定有一个 meeting 时间，然后居然有些社团都是固定在晚上10点见面那种，超酷的，感觉台湾就不会这样。画好了，我们就是有点就是非常随便画一下这样，然后这边是我的室友的名字，然后给你个爱心，给你个爱心，然后这是我的名字，然后一个超丑有点失败的花。 OK，但是我超喜欢这种植物的，可惜不能带回去台湾，就是那种，这应该算多肉植物，对。然后他们说2个礼拜要浇一次，希望我会记得。对，然后刚刚就是这个主办的人是台湾人呢，就是台湾美国人啊，就是他可能不太会中文之类的。然后反正就是很开心，就是稍微跟大家小聊天。等一下，我想要先洗澡，因为我昨天没洗头，然后我就觉得超恶的，然后。
晚上要去美国台湾美国人的社团。哎，大家，我刚从那个社团回来了，然后获得了这个台湾的小贴纸。等一下，对焦对焦 ，Oh my god！ 好，完全没办法对焦，我气死了。反正是一个台湾黑熊，然后跟台湾好管了。好，这个我们就是介绍一下什么台湾什么新年的东西之后，然后就认识彼此什么之类的，反正就认识一些人，然后有些是在美国长大，大部分都是在美国长大，然后就是可能不太会，基本上不会中文，然后也有认识从台湾来的，还有一个从中国来的，真是太开心了，超开心，而且他们两个就是住在我们隔壁而已，就是也在住在宿舍，所以我们就超开心。今天要来试试看这个新买的贵格的，这是什么？燕麦吗？还是什么的麦片？好，这个。长这样，跟我家的贵格燕麦哈片好像，只是它这个还有加一些哦糖之类的。天哪，看起来很胖哎！哎，大家现在是9:30，然后我10点到11点15分有课，要先去一个就是国际处老师的那个办公室，他有点在校学校周围，超酷的。我要拿一个资料，对，然后拿完之后我就直接去上课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今天风蛮大的，可是应该就还蛮温暖，虽然我穿薄长袖这样。哦，现在19度 ，OK， 好，这边上课就是都没有课，就是都是电子版的课本，超赞的，但也不一定，每一堂课不一定，但是几乎好像都有电子版，超赞，只是他们每个人都会每一堂都带笔电。就他们习惯笔电做笔记，我后来发现，就是他们这样也可以很容易，就是可以偷做自己的事情之类的。因为他们传简讯都喜欢用那个苹果的那个简讯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手机的简讯，然后电脑就可以，哎，他们都用 Mac， 然后 Mac 就可以顺便偷用、偷聊天这样。好，出门吧。嗯。我下课了，超开心。刚刚就是更认识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组员，就是这堂课我是跟一个意大利的交换生，就是我原本认识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美国人同一组，可是他长得像亚洲人，可是他就是美国人，对。然后今天有跟他小聊天，所以很开心，他也推荐我们这里最好吃的餐厅，还有 LA 最好吃的餐厅，真的超开心，希望可以跟他变成好朋友，好笑，因为我们还蛮多就是东西要做的，就是有两个那个 project 啊，所以就要开始做了，天哪，好，我觉得很累，天哪 ，OK， 那我现在来做午餐，现在11:30。OK， 大家今天买了一个新的 bagel， 就是它上面有很多芝麻，还有黑点点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反正感觉比较健康一点，试试看。然后昨天的沙拉，然后还有蛋，呜呼！今天天气超好，可是风超爆大，就是整个头发在脸上那种。好，我开动喽。然后最近都在看一个叫做《创造安娜》，就是《Inventing Anna》。的 Netflix 上的剧，然后就是美国片，然后在美国现在是排行第一名。对，我知道台湾的 Netflix 也有，然后就是在演说有一个女生，然后什么很厉害之类的，反正就是以记者的角度在有点像办案的概念这样，我觉得很好看，就是喜欢这种，就是会一直想要看下去，然后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想要看一下结局到底怎样。现在已经看完3集，很好看，我还看第4集。我现在终于要来吃这个从 LA 的那个中国餐厅拿来的。这个 fortune cookie 第一次吃哎，我来试吃一下。OK， 没什么味道。然后里面有一张纸条，
好好笑哦，哦，有点像猪耳朵饼干的感觉，可是又不是，然后有点像煎饼的感觉，煎饼那种。Your life will be prosperous. 啥意思？好烂的纸条，还蛮好吃的。好啦，今天下午我要来做作业了，因为有个作业是明天晚上到期，但我明天要去迪士尼的另外一区，就是它有两区。对，好，上礼拜已经去了一区，所以我今天就要先完成那个作业，加油！把我的可爱的小植物拿来晒太阳，超可爱。可惜他们不能回台湾。嗨，大家现在是6:10了，对。等一下7点又要去一个社团活动，这一次是一个亚洲太平洋学生会，他们应该就是全部都讲英文那种，完全不会说中文那种全部人。然后，对，我现在赶快弄一点东西吃，然后就要又要社交。嗨，大家，我从那个亚洲太平洋学生会的活动回来了，就是玩个小游戏，然后还有他们介绍一些他们社团的东西什么之类的。还不错啦，就是希望下次可以认识到更多人这样。然后今天早上就是第一次有路人跟我说早安欸，就是那个两个阿嬷在路边走来走去就运动，然后他就跟我说 morning， 然后就突然有点吓到，然后赶快说 morning， 就怕他觉得我亚洲人就是怎么那么不友善之类的，就是赶快 morning， 反正就很开心。然后然后还有今天还收到一个老师的 email， 就是因为有跟那个老师说我是交换生，就是我可能有时候上课会听不懂之类的，就希望他给我分数。这是我没打上去啊，可是我就想说这样，希望他分数会给我好一点之类的，就是不要太严格这样。然后他就回我超 nice， 就是他之前还没有回我，可是在班上他就知道是我，因为我们有那个报名牌在前面，然后他就说你是有。那个寄 email 给我，然后就说对，然后他就说我可以，我随时都可以去前面找他，就有问题的时候，然后就觉得天哪，我都快哭了。然后今天他就回我 email， 他就说希望我在上课还有什么那个，因为我们有小组报告，说什么希望可以怎样，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啊什么之类的。然后他说或许我可以那个约那个小组讨论在那个我们学校附近一个 mall。然后那边有鼎泰丰，天哪！然后他还说他有去过那个台北的鼎泰丰，很好吃。我整个觉得天哪，这个教授人也太好了吧，整个要哭出来。好，反正就是我们这边开车17分钟就有鼎泰丰，我吓到，因为我以为是在那个 LA 那边超远的地方，而且我居然有，而且18分钟就那个海底捞跟那个旁边的鲜芋仙，我超爱鲜芋仙的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明天要去迪士尼，所以要很早起床。然后大家拜拜，下期影片见。